先听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注意听一下，丹田气非常好，唱歌技巧也很好。要先修一个东西，先修什么东西？胖起来是要收一点，修多少吧？不是修多少，现在大声跟那个胖胸，就是你那个胸盖厚，胸盖厚，气很强嘛？不是，你要收一点，胸盖厚，胸盖厚，你要把它收扎实，太大了哈。然后第二个就慢修化，哎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字哈，不要跟他讲话。这样讲话，慢慢念，再慢点。要讲话，然后讲话有没有？来，重点哦，讲话，然后一个，都没事。讲话，然后一个重点哦。等一下你注意听，我要解释给你听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讲话之后请注意。好 ，OK， 小心点。讲话之后，我等一下要修一个东西，很重要的，叫做字的表情。那上面那一句怎么唱？这个啦，上一句啦，你有什么温暖的笑容啦？好了，这句来，我家有快乐的心情来。我家有快乐的心情。看着大家来，来看大家，我帮他修表情了，来。你清唱，我给你修一下。我家有快乐的心情。有快乐的举手。我需要你。有快乐的举手。不是啊，你看你的表情很快乐，你声音不对啊。我家有快乐的心情。我是啊，我需要你给我一点啊鼓励。有听到鼓励的举手？你需要的请举手。没有，我听到需要我。一点啊鼓励，一点啊鼓励，我要跟他讲。一点啊鼓励。那个字啊，你现在不是声部什么东西问题，是字的表情，我要帮你修啊，重来一次来，请注意听，我一定要帮你修前面四句的表情，你要抓到那个感觉，好吗？我的不要紧的，我先帮你修完了。等一下，就是你看你表情是对的，表情对的时候要告诉你话，你要把那个声音的声部拉起来。谢谢。我要再讲一段，来，我几年还忘。好了，我现在学一下来。Thank you.
上该好，上该好。这没有表情嘛？同一个面腔，同一个声部，同一个胖腔，同一个力量的哈。上该好，上该好，上该好。三个表情对，我再告诉你，上该好，上该好，上该好的靠岸。那你再注意哦，我再跟你讲，上该好，上该好，上该好，你有没有用？再次，你要跟他讲话。心情永远的安。